正黄旗巴图鲁常年征战，好容易才在京城定居，不但妻子生下三胞胎儿子，而且朝廷还准备予以金表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谁想到这种幸福持续了没有多久，孩子就被人偷走了。此事惊动了当地官府，也惊动了议政王大臣，甚至是当时的顺治皇帝。是谁如此大胆，敢拐卖朝廷准备金表的孩子？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，巴图鲁一家又能否重新团聚？南开大学教授百话将为您讲述明清玉批案之三胞胎被拐卖上集。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法律讲堂。清顺治九年，也就是1652年，京城发生了数起拐卖满洲妇女子女的案件，其中有一起涉及三胞胎男婴的案件尤为引人关注。一产三男是比较少见的，当时朝廷有经表的制度，再加上这三胞胎男婴又是满洲人，所以官府非常重视。八旗旗主奏报皇帝以后，引起顺治帝的关注。其实在清入关前，因为满洲人当时掠夺许多汉族人口，所以人口买卖已经在东北地区盛行起来。当时规定旗下买卖人口赴各该旗市交易，也就是说八旗都设有人口交易市场，人口可以自由买卖。入关以后，买卖人口更是盛行，在全国各地都有人士。既然允许人口买卖，为什么顺治帝还要禁止人贩子呢？且从那起拐卖满洲三胞胎孩子案件谈起。清入关以后，将八旗都安置在北京内城。正黄旗有个护军校，姓关家，名巴图鲁。巴图鲁呢是满洲译音，意思是勇敢能干，后来成为朝廷赏赐臣下的名号，也就是英勇之士。护军校属于军官，制正六品，每年俸禄银为60两，禄米为30担，城外拥有旗地也有几百亩，在当时乃是富族人。常言道，有子万事足，巴图鲁常年征战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如今成为禁卫军，生活安定，好事也就来了。其妻居然一产三男，按照规定朝廷要与金表赏给米5担布10匹，可以说是何家乃至于全族都以之为荣耀。这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没有啼哭，巴图鲁认为孩子是哑巴。其妻说，这也未必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，自然会有上天保佑，且看以后如何。巴图鲁没有再说什么，却怕妻子奶水不足，便去外面去找奶娘。那个时候正逢战乱，人民流离失所，谋生不易，卖儿卖女乃是家常便饭，要找个奶娘也很容易。恰巧正黄旗有个包衣，也就是奴仆，得了食疫，也就是流心病，传染了给孩子，结果是父子双亡，留下妻子玉红，奶水还算充足，所以巴图鲁雇她为奶娘，既可以给孩子喂奶，又算是照顾了寡妇。
说也奇怪，这三个孩子都不会哭，却都会笑。满月以后，也长出了模样，眉清目秀的，非常招人喜爱。巴图鲁夫妻与奶娘玉红都把孩子视为珍宝，放在一个大摇篮里，你摇完了我摇，不时抱起来玩耍，尽享天伦之乐。生活富足，人丁兴旺，此时的巴图鲁一家可谓祥和美满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等着朝廷金表的时候，一个人的出现却给这家庭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。却说玉红有个弟弟名叫憨狼，在人世当人牙子。所谓人牙子，就是贩卖人口的中间经纪人，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和，介绍交易，并抽取佣金，专门为大户人家签约长工、仆役、婢女、小妾。女性干此行业的称为牙婆。别看憨狼长相憨厚，为人却非常凶狠，只要给钱让他杀人都不会眨眼的。当中间商，也就是赚取些佣金，还是不能够得大头，所以他一边充当中间商，一边物色可以买卖的人，自己直接进行买卖。那个时候四处打仗，逃难的人群犹如无头苍蝇一样四处逃窜，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，抛家舍业无以为生，也只好卖儿卖女，给上一斗粮食，三岁儿就给人了。因此憨狼的生意不错，憨狼的姐姐成了寡妇，身为弟弟的不得不有所照应，因此他常常来看姐姐玉红，每次都带些糕点水果，一些给姐姐，一些给巴图鲁的妻子。有时候巴图鲁在家，两个人还喝上二两烧酒，聊聊大天儿。巴图鲁一家把憨狼当作亲人一样看待，也没有想到会出事。有一天，憨狼来到巴图鲁的家，看到院子葡萄架下有一个摇篮，里面有三个孩子，三张小脸红扑扑的，着实招人怜爱。憨狼摸摸三个孩子的脸，三个孩子居然笑了起来，更加可爱。此时巴图鲁妻与玉红不知道去干什么去了，却没有在孩子身边。憨狼却生了歹念，他想，这样可爱的孩子拿到人世一定能够卖出大价钱，尤其是那些富足之家往往不能够生育，买个不懂事的孩子成绩香火是他们的梦想，肯定会出大价钱的。这人要一出现贪念，连祖宗八辈都可以出卖的，还管什么姐姐朋友。憨狼看到四周无人，提起来就走，来到人世很快就出手了。为了赚钱，憨狼不顾亲友之情，将巴图鲁家的三个男婴偷走贩卖。而此时的巴图鲁一家人还没有察觉，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孩子不见了？在发现襁褓中的三个婴儿不翼而飞后，巴图鲁一家和奶娘玉红又会怎么做？拐卖重案引起皇帝关注，顺治帝发下谕旨，最终能否顺利破案缉凶？南开大学教授百话将继续为您讲述明清玉批案之三胞胎被拐卖上集。
却说巴图鲁的妻子与玉红将孩子喂饱，看着孩子睡了，玉红就到后院厨房去做饭。等巴图鲁训练巡房回来，好有热饭吃。巴图鲁妻子刚刚生育不久，而且要给三个孩子喂奶，也是疲倦，就回里屋去睡觉了。玉红炒完一个菜，端到正屋，路过葡萄架时，见摇篮已经不见了，以为是巴图鲁妻把孩子搬到里屋。玉红放下菜，进里屋一看，见巴图鲁妻子还在睡觉，便将其推醒，问孩子放在哪里了。巴图鲁妻迷迷糊糊地说，不是在葡萄架下的摇篮里吗？玉红说，我刚刚路过葡萄架，没有见到摇篮，我还以为是娘子搬到里屋呢。巴图鲁妻说，我一直睡觉，何曾去搬摇篮？便马上起床，与玉红一起来到葡萄架，却只见几根绳子，摇篮不见了，三个孩子也不见了。巴图鲁妻见状，当场就瘫软在地，半晌才对玉红说，你看见什么人进咱们院子没有？玉红说，我在后厨做饭，也没有听见什么动静，也没有看见什么人。巴图鲁妻急得了没有主意，便嚎啕大哭起来。玉红安慰道，好端端的三个孩子，难道会插翅膀飞了不成？娘子不用急，我去问问街坊四邻，看他们见到孩子没有。说罢，就到左邻右舍家询问。此时正是黄昏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饭，而男人们都去训练巡房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所以都说没有看见。不久，巴图鲁回家，得知孩子不见了，大骂妻子与玉红一顿，以后便召集手下的妻丁到附近去寻找。哪里找得着呢？众人忙了一夜，也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。第二天一早，巴图鲁来到妻主之家，告知昨日孩子丢失之事，恳求妻主帮忙寻找。妻主因为巴图鲁妻一产三男，已经将此事报知朝廷，礼部刚刚发下来经表文书及米布领券，正准备转交给巴图鲁，却没有想到巴图鲁把孩子弄丢了，也是很急，便写信札送给各位议政王大臣手中，希望王大臣们能够知道武成御史及兵马司在全城寻找。议政王大臣们请示顺治帝批准，行文武成御史及武成兵马司寻找丢失的孩子，并且悬赏千金，务必要在十日内找到孩子，否则予以参处。北城兵马司有个名叫马湘的老捕快，在前明的时候就充当捕快，所以北京城内眼线很多，而且他最有眼力，惯于冷处窥人，若有一点虚心，劈空一喝，自然胆战心惊，露出马脚，立时拿住。所以盗贼逮人很难逃过他的眼睛。马捕快深知窃贼偷了孩子，绝对不会自己养活，肯定要将孩子
变换成银子，所以便盯住了人事。马捕快通过眼线打听人事这几天是否有人买孩子与卖孩子。眼线回报，有买卖孩子的，但是都是3岁以上的孩子，并没有嗷嗷待哺的婴儿。这令马捕快很失望。眼看就要到了期限了，找不到孩子，抓不到窃贼，就要挨板子。马捕快只好亲自到人事查看。马捕快走到憨狼的人牙行，见憨狼扶桌而睡，并不急着揽生意，觉得可疑，便上前去劈空一喝：好大胆的窃贼，居然敢偷孩子！憨狼本来就没有睡，只是见马捕快在那里游荡，心里发虚，故意伏在桌上假睡，以便躲过马捕怪的询问，却没有想到马捕怪悄悄走来，一声大喝，顿时脸色都变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许久才说：马老爷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？我们这里卖孩子都登记在簿，朝廷的税收不少，上下两家钱财不亏，用不着去偷孩子。马捕快冷笑说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4天前有人看见你抱着一个大篮子，上面用布盖着，莫非是你将孩子就放在其中？听到马捕快说到篮子，憨狼有些惊慌，急忙说：一个篮子如何能够放得下3个孩子呢？我那篮子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出去变卖，换点酒喝。见憨狼说到3个孩子，而篮子又换酒了，马捕快已经知道其中必然有诈，所以一定要憨狼交出那个篮子。憨狼如何肯交？马捕快便叫手下动了私刑，逼出憨狼交出篮子的下落。马捕快找到篮子，发现就是一个大摇篮，便将摇篮拿与巴图鲁辨认，得知就是放3个孩子的摇篮，便铁证如山了。巴图鲁夫妇听说抓到人贩子，却不想是他们待如亲人的憨狼所为，乃是既恨恼又有希望，以为抓到憨狼必定能够找到孩子。巴图鲁一家3名男婴被拐卖，所幸在老练捕快多方调查之下，真凶很快落入法网。案件至此本该顺藤摸瓜，一举找到丢失的婴儿，但实际情况却让满怀希望的巴图鲁一家非常失望。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憨狼罪行确凿，三法司会审却在定罪量刑的问题上犯了难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顺治皇帝关注的案子到底会如何发展？南开大学教授百话将继续为您讲述明清玉批案之三胞胎被拐卖上集。此案经过皇帝批示缉捕，也就是预案，案例要由三法司会审，而且是一定要用刑的。憨狼知道难以抵赖，只好把自己如何从巴图鲁家偷了孩子，然后转卖他人的事情交代出来。憨狼为了逃避纳税，根本就没有写什么契约文书，也没有询问买家的情况，
全都是现金交易，使官府难以找到孩子的踪迹。刑部堂官不得不下令用刑逼出憨郎，讲出所卖之人的特征。憨郎将孩子卖给了三家，有山西口音，也有南方口音，还有京师口音者，想必孩子已经分散开来，寻找也就困难了。议政王大臣传达顺帝制的懿旨是要找到孩子，将偷孩子窃贼治罪。如今窃贼是抓到了，而孩子却很难寻找。三法司官员也不想因此拖延时间招致顺治帝的不满，便决定先给憨郎逆罪，但在引用律例上却出现了麻烦。谕旨讲是偷孩子窃贼，按照大清律例刑律贼盗窃盗条规定，窃盗要记赃定罪，120两以上是绞刑。憨郎交代卖孩子所得才30两，若依此额度量刑，最多也就是杖90，显然是轻重。所以三法司不能够将憨郎定为窃贼。按照大清律例刑律贼盗掠人掠卖人条规定，凡涉方掠而诱卖良人为奴婢，及掠卖良人为奴婢者，绝不分手从，未卖杖100，留3000里；为妻妾子孙者，造诣杖100，徒3年。显然都不能够将憨郎处死，最多也就杖100，徒3年。若是按照将富里人口用强掠卖与境外利，可以比一将人口出境率绞。三法司将憨郎立为绞刑，奏报顺治帝，请求圣裁。三法司认为处置了憨郎就可以交差，但也怕顺治帝追问孩子的下落，所以列举京城近日发生多起私自贩卖人口的案件，借此暗示顺治帝，有如此多的人口被人贩子转卖，要寻找那3个不会说话的婴儿，应该是比登天还难。三法司为什么千方百计回避寻找孩子的事情呢？这是因为寻找丢失人口，尤其是不会说话的婴儿，不但困难，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还要承担按期不能够找到的处分。三法司既不愿意花费那样大的成本，更不想为此事承担处分，所以以这种花钱费力不讨好的方式，为一个普通的满洲小军官去花费精力承担处分的风险。此案乃是满洲子女被人贩子掠卖，而且是刚刚得到礼部京表的一产三难，而且顺治帝还亲自过问，三法司仅仅将偷拐孩子的憨郎逆罪，却不敢花钱费力去追回被贩卖的婴儿，显然不会使顺治帝满意。那么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如何议论此案的呢？顺治帝对此又有什么批示呢？被贩卖的3个婴儿到底找到了没有呢？
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巴图鲁妻子生下三胞胎男婴，却被奶娘的弟弟偷走。得知此事，官府迅速抓捕，严惩了人贩子。可对于巴图鲁来说，他最关心的只是孩子能不能找回来。那么一直积极查办案件的马捕头，能让巴图鲁一家团聚吗？在明天的节目里，南开大学百话将为你讲述三胞胎被拐卖。下集